做什么？打开它而已。我帮你看，你找过来，看有没有什么声音。一定是在录啊。还好啊，你不可以过来哦，你不可以过来哦，对，你不可以过来哦，你不可以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先不要，嘿咻。弹一脚，然后我刚解开另外一只脚。我觉得应该起不来吧，可能要滚得出去吧。还好啊，没有陷下去。我跪起来就会陷下去。所以不能跪。要用表面积滚出去，我认为啦。好，不要这样子，不会掉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一定会啊！我跪了就会陷，我站起来一定陷。好了，害羞。啊，跪着。我刚刚没有看到你怎么摔的。太边边进去了，进去之后就会那个了，就拖了一个。好了，我要去中间比较压得比较密的地方，我才有办法站起来。你说什么？哎，这里够硬了，这里可以了。地主会因为低温被冻死吗？你说什么？地主不会因为低温而死啊？啊？很深啊，假借我的些许物理学常识，我可以这样子穿雪板。一只脚，只是我就是那个，现在轮到我全身都是那个了，就是我之前说别人你全身沾满，现在就轮到我全身沾满，哎呀，
你说什么？而且，为什么这时候都没有人经过？嘿呀，好好笑！还是因为，然后这一摔搞得我全身超暖的。我好了，你站得起来吗？不能滑太边边，好恐怖。你先啊，现在缆车也没人了呢。大家都去吃饭了吗？有可能哦。在下，在下。好，前面就要河流了。好乖哦，还在抓啊！这都哦，来有人了，来有人了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要养鱼的。
走，还是要我先？还是你要休息？你在休息吗？啊？是啊，我是说，就走了。就一直滑下去啊！滑下去，老路啊。是他们旅馆那间吗？对啊。他们旅馆的。对啊。哦。怎样？累啊。累啊。你要拍一拍啊！哪边？是啊，在门外要用刷子刷一刷，不然进去就糟了。
是啊。你走，你走。我在找一个最不会翻的模式。嗯。而且我选，而且其实你用这只脚踩的时候，这只脚基本上要这样完全放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常可能他也在偷用，就会被绊到。然后我刚就在，虽然这只踩，我就会这只偷踩，想要让它轻一点，就全部更靠站的那只。好，我在找脚不会酸的，真的要找不会酸的。等会那餐厅还没到嘞，先到那一堆人的地方，然后接着又再往下，走前方那个就是。啥？你说什么？嗯，右前方了。我刚讲错，左前方不是。对啊，正前方。不是，我刚刚很累，所以我现在用轻松一点的滑板。嗯，你又摔倒两次了。嗯。你胸口这边先拍一拍，缝缝最上面的缝缝，还有这里哦。不是。这里哦。衣服的不是。这里哦。对对对，然后那个。嗯。肩膀再互相拍一拍。嗯。酸，这阵去热的。看能不能把。雪板插在门口
不是门口，缆车站那边。对啊。这不是路啊，那边才是路。没有啊，这边内侧不是更好？啊？路口在那边，是吗？哎，旅馆要怎么过去？旅馆在左边那边的路吗？我看不到去旅馆的路哎。但是我是说踩过去的路嘞。怎么感觉不大行啊？舍不得。搞不清楚路在哪，还是这个只是蓝雪的？哎，看到路了，就在那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搞了半小时吧，就刚好吃饭，就关掉了。泰国不吃吃饭时间，先走过去。阿杰，没关系了。别护理啊！这是可以的吗？这里吧。有啊。啊？
差不多了吗？啊？差不多了吗？现场。嗯，那个国外旅行景点。嗯。啊，我来，国外了。国外了。有点结冰，但是我的手套应该不要碰比较好。给我开门啊！自动。里面吗？还是自动？两家，就两家。看菜单，嗯，哪里？第一个哦，1200还有没有？有，成绩这样可能会少交，还会停牌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Grilled Chicken卡类。也可以啊，1500加1200，2700。啊哈，怎样？做的哎。哪里？饭。啊？都可以。1200加1100。是吧？啊，都反正都是这一边进去的。你做把它来自铁盘上吗？好像。好像是双椒。还是两个今天都吃饭。你说你要汉堡骨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个人交换，好好好。都可以了。是吗？外甥妹。是吗？是，走吧。少了。六点今あ、はい、では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れハンバーグ、ハンバーグ、はい、あとミラノリゾート、ミラノリゾート、はい、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也关了吗？我早就关了吗？还没关了。